我们现在离开了让人难忘的这个民宿，然后现确实难忘啊、因为那边民宿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停电，床太小，窗户没有纱网，然后蚊子会比较多。虽环境虽好，但是这个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之前别人给他们打两星。然后，然后现在那个陈伟拉我们，去看一下这个糖厂是吧？好、哦，计划是这样。他非常忙，开着车，开着导航，呵呵，回答我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这个都是一人身兼数职。这边太高了，这个我们感受到这个山土丘的后面有人在踢足球。风有点大。Yeah, yeah, you're gonna start taking pictures. Yeah. Yeah. Yeah, starting right now. Yeah, you're gonna start. 他们要开始踢了吗？他们总结说那个总结说马拉维男人有两大爱好。不是那个就是 BMW 吗？不是 BMW，B 就是 football。B 就是 football。说马拉维人男人有三大爱好 ，BMW 就是 beer，M 呢就是 M 是什么 ？Meal。然后呢 ，W 就是酒。Woman。啊 ，BMW，BB。然后呢，然后说他们实际上有两个很喜欢的，一个是足球，一个是喝酒。然后足球你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看到很小的孩子，然后那些村落里面的条件相对差的，他们会自己用布和塑料就是扎一个球，他们很爱踢球。然后这里有个梗很好笑，说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些人就是中午他可能不吃中餐，省下那个钱，然后呢去看球赛。然后好玩的是，就是有一次马拉维队跟别的队比赛，然后马拉维队输了，对别的国家，然后马拉维这个国家足球输了，输了之后球迷很生气。我们不是有经过那个超市吗？很大一个超市，哦，那个大叫对 shop line 对着镜头，然后呢他们生气，就所有的人一起去推那个在门口的墙，把人家整个围墙全部推倒了，然后那个超市很无辜受难，就他们生气嘛。没有超大的沙袋，只能对。开始了。好看比赛吧。这是两场比赛吗？那边是孩子在踢，小孩就过来参玩的。他们是就友谊比赛，互相那个踢着玩。他们是哪个友谊哪去的友谊比赛？是公司啊，还是村啊，还是说怎么分的呢？就这附近爱好者啊。那爱好者怎么分的两帮？看不出来了，你看他们衣服全都乱七八糟。是啊，他们怎么分呢？就是说谁是队友？都村里人吧，脸一看的，今天不跟你。但是也看不清啊。对呀，真不清。我是看不清。你会踢足球吗？那你拿着摄像机跟着进行跑吧。狗头给我，来，给你，真的。有狗头，上。那进行跑那个被人撞晕了。你可以。他们体能太强了，一撞飞了。你问我可不可以进行拍？你看他们小孩老师过来，他们是玩吗？对。那后面是学校是吧？这样混乱在一起。不是学校，别说。啊，是学校，肯定是学校，否则这么多孩子怎么来的？他们边界都没那么清。拿手。
没看到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都顶了吧？面包车还是火车？我两个，我估计还叫我十几了。我多少了？喂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信号不好，就信号不好。这多顶啊！好难顶啊！有没有看到？怎么了？车轱辘？哦，这车轱辘要掉下来了。哦，这车轱辘，这车轱辘没事吧？这样，我感觉这个车，你觉得很细啊？你看不正常呢。嗯。他不走了，一直都没看到。没开始没看到。我们现在驶入了这个黑人区。也不是当地人的市场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路况不是特别好。路边卖各种东西的还挺多。向左转，然后向左转。昨天听他们说，就是这边。之前有法律规定说是女生是不能够穿膝盖以上的裙子的，还有短裤。嗯，短裤也不能穿，之前是法律这样规定的，但是后来这个法律已经取消了。但是我们也能还能看到是确实是路上也没有人穿这个，就是这种齐臂小短裙。有可能是他们身材太好。对啊，他们身材好，一穿肯定很吸引人，所以确实，那个要注意一下。向左转，然后向左转。行驶300米后，您的目的地就在右侧。China Shopping Center。哇，这个店。广告网真的是搭的结实，一层又一层。那我们要整理一下，把照片放到后面吧。翠玲，哎，大家可以看到对面那个垃圾桶，嗯，看到了吗？嗯。就重点不是垃圾，重点就是我们之前问说，哎，发现好像街道上垃圾桶很少，为什么呢？然后生活在当地十几年的那个人就跟我们解释说，如果在马拉维街头，你要是放塑料的垃圾桶会被人拿走，如果你放铁的垃圾桶也会被人搬走，所以呢，他们只能垒了这样石头的垃圾桶。哦，这个石头的。嗯，只有石头的才不会被人拿走。哦，那确实这也是一个这样一个问题。对，这就是关于马拉维垃圾桶的小故事。这美呢？这个地方是在那个马拉维布莱塔尔旁边的宁比这个市，这里是商业区，很多的商铺，人可以看到非常的多，车也错不开。我要走了，我站在这个位置很危险。上车吧。Okay. Indian bicycle company warehouse. Do you know where it is? The factory. I don't know the factory for bicycle, but I know the shop for bicycles. But shop only. The shop. The biggest shop. The biggest shop. 这位，叫他找一个相对大一点。啊、嗯。现在等一等，这边。好。嗯。陈伟现在正在那个把车开出来，车比较多。我们今天呢，准备去看一下自行车和糖厂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印度人的自行车和糖厂，那个自行车，那个仓库啊，什么他不知道在哪里，不过也可以问到。那现在先去那个比较大的自行车店铺看一下。哦。